各位朋友好，今天是10月21号，礼拜五啊，2023年。今天看这个新闻呢，感触很多，想用5分钟的时间看看讲讲我的感想。我没有打稿子啊，就是用这种东西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就是印度啊，它在有个叫 Mariupol 啊，这个每次我都跟乌克兰 Mariposa 什么的混的啊，它是靠近缅甸的一个省，听说是好几百万人呢，30、40万人还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5月多的时候爆发了这个种族的冲突，主要是呢，它里面有一个印度人叫 Mathis 大多数的，还有一个少数人 Cookies 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少数的族群，我不知道他怎么分呐、啊，看他们样子有点像这个黄种人啊，不像印度人的样子。他们呢，这个州政府因为那个 Mathis 跟那个 Modi 他们的印度的。这种党啊，就绝对的民族主义的啊，他们要通过的法，就是说他们实行了多年的这个叫什么平权主义，要把它打垮。因为我们美国也讲了很多平权嘛，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他们人数少，以前呢都是保障他们的工作啦，还有呢他们的房地产呢很多地方不准，居多数的印度人来买。结果呢现在就是说大家都讲公平啦。要不管这个，这些 Mathis 可以来做它干什么干什么的，就是看能力怎么能够去保障这些少数民族，所以呢，他们就抗议啊，所以在5月多就开始，听说死了好几百个人呐、啊，我不知道是哪一方死啊什么的，当他们居于少数，这个印度这个 Mathis 这个印度人呢，就对他们很凶啊，在5月多的时候，他们就很多暴乱，最近呢流出了一个视频。就让人非常发指啊！他两个应该就是这个基督徒的这个 Cookies 的他们的女人呐、啊，光着身体裸体，后面一大堆印度的 Mathis 追赶他们啊，然后呢还把他们轮爆啊！这个我不要上面，因为我看一个报道是，因为我假如有看我也不好，真的是不想看了、啊。听说是里面那男的都暴露了下体啊，把生殖器放在那边，都是年轻人啊。然后后来还有就把他们轮爆，所以这个东西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啊，然后就到处这些科技者或者支援这个女权的就开始来示威啊干什么的，因为印度那时候为了控制这个暴乱啊，还限制他们 Internet 的现在所以才炸锅，炸锅之后呢，这个科技者啊，他们有一群女的也很好玩，她有一个嫌犯在家里面，他们就到那边去把他家给烧掉。啊，我不知道这两个女的后来怎么样子的。那看到很多半岛电台还访问有另外的受害者，这个也不是这两件嘛，就是这里面的非常多的这种以强奸女人不当人的这种事情，而且还就叫做裸体示众啊。所以我在想说，哎呦，这在昨天呢，这现在世界还有这种事情，因为我们想到蓝鲸屠杀啦，想到这个波西米亚那时候也是一样的，到处强奸。女人一碰到战争啊，就是一个受害者，就是一个人家的武器。还有那个伊索匹亚那边，不是也是一大堆这种事情，非洲啊这样子的。但还有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种族就是这种不晓得笼子化不开的，就是说，哎，我要让他除了说有这个主宰他这个，搞不好还生一个他的种啊。我们有很多人就是哎呀，传宗接代这种东西变成一个异族的啊，怎么办？我记得以前那个小说，那个萧峰，叫什么？那个金庸的小说，不是有一个人也是一样吗？他被人家给抚养大，这个还是抚养大了。假如他中间是一个受孕的，是一个不情愿的，用各种方法的，各种各样的，所以就说这个世界丑不堪闻啊。当然，你这种年轻人做这种事情，我年轻的时候啊，大家讲不客气一点，我有这种很多这种烂的人啊。这样，可是我这种是相怨嘛，我也不会去阻止他们。有时候听他们讲故事啊，我们那时候流行的叫大锅炒啦，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我们那个学侨生宿舍最流行这种东西。然后呢，还有说以前那个碧潭的空军公墓上面，这种丑不堪闻的事情也是很多。我们那时候就是听着讲，我也不会一起，我要怎么反应啊？就知道了，可是心中是很不以为然。我们也讲那点没有办法。他这个事情就是莫迪受到很大的攻击，他终于出来讲话了，能讲总是好的哈，好，就这样子。